Hello， 我是小叮当，好久没有自己做起泡胶了。有小可爱让我用家里的材料做泥，还有小可爱问没有胶水怎么做泥。来吧，今天这个起泡胶就是不用胶水做的，一起来看叫什么。请出我斥巨资买到了吹不破的泡泡水，这两盒足足有100只。Oh my god， 铺了满满一桌子。拿出个碗，把泡泡水全都倒进来。天呀，实在太难倒了。10只一起来。我现在好想说 Lady Gaga， 100只泡泡水才倒了半碗，感觉用了好久好久才把它们都倒出来。调一个粉色吧，珠光粉，人鱼肌粉也来点。再来加起泡胶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沐浴露、泡沫洗手液原液、甘油。好啦，挥舞小爪爪搅拌均匀，少量多次用仙女水成型。成型啦，把它们全都拉开会更好玩。搓声还行，这个起泡量还不错吧。好啦，那你们知道做起泡胶还可以用什么代替胶水吗？在评论区告诉我吧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下期见，拜拜。